大家好，我是宝妹，欢迎收听乡亲的朋友收听我们107年八月二号礼拜四，赶快是阿宝老师跟宝妹在这为你所服务主持的是农播吉赞老师好。大家好，来到我们拜谢的下午时间，今天呢天气有一点点应该是跟有一点怪怪，因为呢透早呢天光的时候下了一阵雨啊，然后呢，在后尾间吼，个陆陆续续，有时阵落雨，有时阵停。不过中道过后呢，雨势就没了。当然，后来一停呢，个恢复高温的这情形。最近呢，天气很热吼，真侪所在呢，都一定是破纪录吼。我相信在咱今年台湾地区吼，嘛真侪所在嘛是破纪录。甚至讲有真侪饮料店就巧呢，老师今麦吼做生意的人真正真巧，因为太热嘛。你知道太热的天气，什么东西最好卖？就是凉的饮料，冰的。所以很多店面呢，就告诉大家，什么时阵你来买哈、哦，我们可以买一送一哦，可以怎么样，有一些优惠，你看，他这时间呢，小可吼给减小淡薄啊。虽然利润呢可能会稍微呢少了一点点，但是这地方那些冲出来呢，还是相当的可观。不过，宝妹也是爱提起咱吃最好朋友，少年的时阵，当然啦、啊，叫你卖假冰卖假凉，那有可能。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呢，你还能够自我克制的话，我是认为讲那个量呢，我们可以稍微斟酌一下。啊，那无呢，食伤济吼，对身体真正是较唔好。你感觉讲会积水大，有一定的物件吼，你一下子下去，你觉得好像有止渴，其实是越喝越渴。上好的饮料呢，也是白开水。啊，不过是吼，无糖的饮料，譬如讲茶米啦。而且讲吼，一些没有含糖的一些吼，茶饮吼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但是呢，大家想要消暑的话啊，上好还是多喝开水，这才是吼最好的一个方式啊。过两天呢，下个星期啦吼，下个星期就要立秋了哦。我今年有一年呢，立秋前后呢，天气就开始有一点点转变。但今年立秋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啊？唔知呀。不过昨昏有一个大哥甲我讲吼，今礼拜呢是北部一热，下礼拜阁换咱热，应该气候会无同款啊？是这样吗？不知道，我们就等着看吧哦。好，来是来，未来这几天这气候呢，有没有稍微要补充的？是这几天，当然可能啊，听众朋友拢真有感受到这个高温炎热哈，啊，这尤其那是有落雨呢，啊，这个雨水哈，这算讲小可落一出来雨，啊，这都有可能呢，真侪这个作物哈，除了这个高温障碍以外呢，更有可能真侪啊，引起到这个咱。变讲一挂细菌性的一个病害吼，也是讲因为落雨啊湿气较重吼，啊个高温吼，啊这个病害呢啊就会特别这个严重吼，啊这种严重的一个病害内底呢，啊有当时啊对咱伫这个管理吼，都造成较大的一个困扰吼，这大概呢是咱伫这方面呢。啊，必须要甲咱听众朋友吼，小做一个即个提醒的即个所在啦吼。所以伫遮必须要吼，咱听众朋友当小了解到吼，即有当时啊，伫咱的一个即个栽培即个过程内底，尤其从即阵水流啊，水流呢啊特别喏。特别爱注意哈，就是讲伫水道啦哈，水道的这部分呢，啊，咱特别爱去小心注意这所在呢，啊，这个最主要哈，最主要就是讲，因为即马鱼啊都捕落，啊，这啊水道的一个这个标准吼，咱有拢捧入嘛吼，啊，所以这标准呢，一个这个水温吼，就会较悬，啊，水温较悬，看起来呢。啊，真有可能吼，真有可能呢，就会去对到咱的鱼啊呢，去产生到这个伤害，啊，那严重有可能就是。死心啊！这心尾呢，就臭打去啊！这个啊，咱看会到的吼，就是讲有可能欠账啦，是安怎吼？这真侪真要紧的这所在啊！所以除了就是讲咱部队这个啊，咱啊配合这个杀草剂这使用啊，迄阵哦，可能会去用一束啦啊，小可灌一点啊，这个水吼啊，但是呢啊，上好吼，就是讲会当当然那是准水啦吼，准水呢啊，都开始吼，咱会当放这个老水吼啊。
算好伊即个水先淹入去，啊个解开掉吼，啊然后较个淹水吼，安尼起来呢，啊也当降低即个水温。当然你那是井啊水吼，井啊水本来伊就较凉，所以即个问题就会较细啊。但是因为井啊咱家己会当去控制，所以你加咧停咧，加咧停咧吼，卖下呢就甲加加正甜，啊解堵掉咧，安尼可能是较无讲解好个解即个所在吼。所以呢，水温那是你个较低一个，啊伊个一个啊唾液呢吼，即个分裂吼唾液的即个速度呢就会较紧，啊即对咱伫即个正常的即个管理内底呢，啊应该就较好消化吼。啊另外即就是讲伫蔬菜吼，蔬菜即站呢，当然啊落雨，咱得注意即个细菌性的即个病害落菌吼，即叶病吼，即个部分的即个问题呢，咱爱去来解即个啊注意到。但是呢啊，更加重要就是讲隔温吼，隔温有可能引起到这部分呢啊，因为伊的即个根部的活性的降低吼，温度真高，你冻袂掉吼，所以根部即个活性的降低，有可能吼咱的即个这部分呢较容易冷吼。啊，所以咱应该是爱加强，就是讲伫这水分的这管理吼，这恒林呢啊，一打一淡，但是迄个打的时间呢，袂使伤过头打吼。啊，那是正经有需要，比如讲那是这个雨水落较侪。有即个遮阴网吼，啊，咱会当小解加一下，因为当时啊，即个水伤过头淡吼，啊，咱的一个这部分呢，伊根部就较容易去拄着吼，小花拄着，小花拄着时阵根会小花受伤，所以那是有乌蠓啊虫食吼，啊，你隔工小加一下，卖互伊啊，随落雨了啊，随见每日吼，即种呢，通常是咱啊，伫栽培内底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即个所在吼，所以这大概是啊，咱伫操作上啊，爱小来注意着哈。啊，另外像这个文旦吼，文旦呢，伊那是真济吼，算那要好食，其实拢离较外缘的这只只吼。啊，那像总讲伫这个外缘，但是伊个土卡吼，草无介济啦吼，因为咱真济是这个横林的无啥物草吼，你无做草生栽培，即马。文旦吼，无做超生栽培真少吼，即一般来讲是拢多数拢是啊做即个超生栽培，就是讲有草。啊，那总讲有草，就较无啥物问题。那无草呢，伊个下倒起来，即个根呢啊，相当的一个可观。所以那是会使，是不是小概啊？比如讲像咱伫较日头的较向日的这所在用纸吼，还是讲有呢啊去小概遮一下吼，即算会当去减少掉伊的这伤害哦，包括像这火龙果啦，哦还是。讲往来吼，往来真侪拢会滴无啊吼，即大概咧啊是较无啥物啊真大一个问题吼，但是呢，即种就是讲有之伊必然的一个必要性吼，你唔通看到讲啊，即物件呢，即个真简单哦啊，但是看起来哎，敢有啥物差哦？有哦，迄差真侪哦，尤其即种温度真悬的这情形之下吼，啊，因为伫即个天气内底呢，大概即一两天呢，咱拢受到即个西南风的这影响，伫咱中南部地区有一个低压准雨雷准。吼，这天气啊，所以呢，落雨这几率呢比较较大吼。啊，渐渐呢，就是如果后边这一来呢，虽然暖闹落雨，但是呢，就是讲伊的这个雨水量呢，就啊较细吼，就是讲伊落雨的这几率会较少啊。一直到后礼拜吼，后礼拜拜开始呢，啊，可能佫进入到这个高温炎热一个这个天气。这种天吼，啊，对于咱种火龙果的一个好朋友来讲呢，吼，这上界重要就是讲这个溃疡病吼，这啊，枝骨内这个烂吼，有当时啊烂甲剩一支啊，中一支心吼，啊，有当时啊是伫果吼，果顶管啊受害，当然呢就无通好卖啦吼，所以一般啊，咱通常拢会伫讲啊来解看讲伊是这个有健脾吼，比如讲咱迄个枝骨啊看已经健脾啊，健脾那总是无啥。要紧吼，一种感觉，但是呢，啊，那种讲较严重吼，当时啊，这物件是该修剪掉，修剪掉上好是当该即个提走吼。啊，那种讲无迄个钢，无迄个力，当个该提走呢，咱每一遍咧喷药啊时阵，伫涂骹面只只只吼，啊，拢必须要呢来该做一个即个处理哦，因为这涂骹面啊，即个枝条坑里啊呢，即个啊，火龙果的即个枝条伫涂骹底吼，这拢是一个啊病菌去。住伫迄只遐吼，即病患困伫遐，所以那是当提早是上好个啦吼。啊，即通常是当安尼来甲咱听众朋友的一个建议。啊，即种是即种溃疡吼，即含一般细菌性的即溃疡病较无同款，即多数是一个真菌性吼。比如讲啊，温度较悬的时阵，啊，即那是落雨，啊是讲横日的一个湿度悬。
啊，这种病呢就会较严重，哦啊，所以这种爱真注意着病，伊的这个筋啊是较弱的时阵，掌心较弱，伊这个病就会做严重的软噶，啊，真吃力啦吼。啊，这种的这病害多数就是讲，这个溃疡哦，这病菌呢，伊对个对这个筋。即系肩微这种吼，即拢真容易来解即感染。啊，拄开始是安尼小可黄黄的即斑点，啊，尾下就小可一个耐落，感觉些，有当时啊就红个吼，啊，一个臭大这种溃疡的即斑点，啊，然后慢慢扩大，就解黏做伙啊，黏做伙了，即当然就真吃力。有当时啊严重的时阵吼，即、这个肌骨啊呢会烂嘛吼，烂到肿胀，迄个会管束伫迄个所在吼，所以即咱真济啊去拄着即情形是安尼，所以即那是讲。无真啊，去家注意这個防治，有可能呢啊，即个病症呐是严重啊，可能到尾啊，得爱大规模吼啊，可能得爱肺经啦吼，爱个定症哦，所以真系少注意者啊。这种吼，伫弱人来讲，这段时间吼啊，即落西北雨的时阵呢，特别即个严重哦，所以咱可能好朋友啊，一定爱少来家对即个病害哦，因为即马即红龙个症真济吼啊，真济人是咧讲啊，即个吼大概已经特别啊，特别倒过啊。然后这啊、今年吼、哦，这个火龙果呢嘛，无通讲盖好还是安怎吼，这有可能啦吼。但是呢，李家伯必须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吼，这物件呢啊，其实依咱来讲，有可能会当去发展一个真好的一个这个啊、这款的一个产业吼。但是呢，咱啊、一在咱当然咱台湾拢是相当的这个重视国内的一个市场，然后咱对这个外销的这部分，咱较无去安尼来甲伊。啊，这个安排拍算了真好势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理论上来讲，就是讲啊，咱咧选的一个这个品种吼、哦，这个、对着许拢无啥物啊，对咱要销售啦，各方面啦、啊，现状吼啊，咱拢较无去考虑到遮济一个这个问题吼、哦，为虾米吼啊？因为呢，咱可能就是讲，伫国内都卖甲真好势啊，咱啊要做这个外销啊，外销拢是这个量上济时阵，咱较咧思考这个外销吼、哦，这个唔对吼、哦，这是无。可能的吼，这物件拢是爱一开始啊、一开始的时阵，咱就爱针对要外销哦，啊要外销的时阵，咱就去啊、有一挂这种品种也好，还是讲伫一个这个啊、采收的一个处理吼、哦、包装哦，这个物件啊，这规个啊规条呢，拢配合起来较有可能啊、哦、啊，但是呢，你目前来甲看起来，因为火龙果伫市场的一个消费量愈来愈悬哦，这原因是因为呢啊。啊，即个品种吼，拢愈来愈好食吼，所以啊，其实伫短期间内底，倒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吼，倒是要无真大诶这问题，有人讲这百年倒诶吼，啊，即个还好吼，我个人的看法吼，你若是尽量好食，当然可无通像较早介绍遐尼好，但是上无啦吼，啊，要有一定的。这利润啊，要种好，要种好呢啊，一定就是讲爱甲这个病呢，甲控制掉了。尤其热人即阵啊，吼，咱真济，即个问题拢爱真细致吼。啊，那是新种的这个果园吼，那无这个病吼，所以咱那是讲要落去种吼，要落去种的时阵，要去摕仔啊吼，这唔通啊，野仔啊要为对摕，你一定爱去问清楚吼，去看好势吼，因为你摕来这种啊，这个歪吼，你那是讲已经底下都已经带一个病菌来啊，你甲想啦吼。啊，这来的跟来一定就是总嘛是赶快大病菌，哦，是不是安尼哈？所以这部分真要紧哦，咱可能就是讲伫这个啊，仔啊这部分呢，爱得到适当的一个这个控制哦，爱去啊，找较健康的一个这个仔啊，这个来源哦，这是首先咱来去注意的一个这个所在。个一个就是讲啊，适当的一个这个修正哦，就讲、是、迄个基调哦，卖好上暗哦，卖好磕来磕去哦，因如果有磕歪的这个所在呢，啊，伊就较容易有这个空锤，有迄个空锤，伊迄个啊。尖那是造出来，这拢真营养的一个这物件，加上附近那是拄啊好，迄个病菌伫遐呢，啊就对了，哦，这就全部呢，啊，这个就给它侵入，啊，就给它感染。这木棍得掉啊，所以呢，有迄个空水真重要，所以啊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那是有修正哦，增光一挂病位吼。哦，这个那是修剪刷呢是上好啦，吼、哦，咱起码讲的就是讲比较较好的一个做法，当个提早吼，卖坑多爱搞底啊，为讲无啊
多吼。啊，那无啊多放伫即个园呢，咱每一遍喷药啊时阵，到底一定爱甲喷哦，一定爱喷药啊，啊无伊迄啊，到时阵吼，即个物件呢，相当的一个无好势安尼啦吼。所以这是哦，咱后面会当稍了解。过来就是讲啊，咱来去选择一个较通风的一个即个所在吼，即啊日照较充足吼，即种卖伤过头阴暗吼，即那伤过头阴暗的所在咧种一个火龙果呢啊，通常种无好的一个即个品质出来吼。啊，然后就是讲一寡即个糖金菇哦，还是讲罗勒啊，甚至高虾哦，即个物件呢啊，咱来稍来改注意者即个防范哦，因为即个物件你甲看起那无讲介严重，但是伊伫遐夹来夹去，夹来夹去，即、这个空嘴的较容易生虫啊，就会去啊影响到咱的一个即个作物吼、哦，所以这点咱好朋友爱稍来改啊注意到即个防范哦，即罗勒还是讲像即个金菇哦，即类的即个咱啊一般。唔是较着重视的，即个啊，即个虫害吼，即嘛是爱小注意者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因为即、這个啊，伊掉病了吼，伊顶管迄个孢子吼，顶管遐个物件吼，也有一个孢子体呢，将会照着好注意来讲啊，喷管的时阵吼，然后水呢啊，就会去飞去吼，所以啊，咱应该那是落雨以后，咱就会当尽量哈，尽量会当呢，伫落雨。刷啦吼，啊，落雨刷呢，该用一束啦，这个油啊，我来改做这封。但是讲咧设计这个设计这个灌溉系统的时阵，尽量撇免伫顶部管哦，啊，这个顶喷管哦，这些物件尽量会当来改这个减少哦，所以这大概是咱啊处理的这方式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伫用药吼，用药呢，这个你。当根据以这种溃疡病，咱拢讲过吼，即含碳酸，你会当用啊各款的一个药啊来改即个做防治吼，并讲那是已经有看病害啊，啊咱就用即个治疗性好的一个药啊吼，德克利啦、斯克利啦、亚托明加代克利啦吼，还是讲即个是啊塞普富泰宁吼，这种物件呢来改即个做防治，因为啊咱用的即个药啊吼，那是伊真侪拢是有看啊有看，咱较来。做这个啊，较来用药吼，迄真侪拢是安尼吼，所以变作就是讲，咱爱去选一寡这个预防性的这个药啊吼，除了有治疗，啊，佫有一个预防吼，所以这塞普富泰宁吼、亚托明加代克利吼啊，等等，伊都有一个啊，有保护会较好，啊，有当然伊有从亚托明伊是一个全面性的这个药啊，但是有保护治疗啊，这个效果，啊，佫加上这代克利，啊，是讲你加这斯克利吼，这物件来用，啊，这效果呢就还不错吼，所以这有当时啊，就是这个药啊，这个调配吼，咱来小啊小研究者安尼吼，这大概是这个做法吼。啊，当然你那是这个做有机栽培，啊，你就会当用咱啊一寡只的，比如讲用这个冬剂吼，啊，那是落雨热人的时阵，咱用这种冬剂就容易受伤，啊，你就会当用这个氨基酸去熬合的这个铜剂啊，啊，这物件呢来做这个使用呢，啊，这效果呢就加足好诶吼，啊，尤其像讲有火的时阵，啊，是讲啊迄阵。有如果啊是药，你咧用冬剂拢爱真细致吼，啊就袂讲啊，我都无药啊通用，啊无药啊通用，你咧用即个冬剂，即咧做冬剂只有防治的一个效果。啊，你咧防治的时阵呢，一定爱注意即个浓度吼，啊当然那是用即、這个啊即、种氨基酸熬合酮吼，啊除了啊有即个氨基酸的效果以外呢，伊个有冬剂保护的效果，啊通常就较不容易有害哦，这是咱伫啊即、這个防治上呢，伫这方面会当稍来改注意的一个即个重点吼、哦。啊，有诶好朋友吼，即、真啊前两波啊一开始诶，含大家咧讨论者吼，就是讲因为咱有一位听友呢啊，家己种。几丛啊，这个火龙果咧食啦吼，伊讲啊，我都种无济啦吼，种二十丛，我讲安尼啊，我二十丛你头有可能食得起吼。啊，尾也较知影讲，伊二十丛呢，啊，总共有差不多十二三个品种吼、哦，所以有诶一个品种干那一丛尔吼，就是讲伊啊种几丛啊底下，我感觉这种真好吼、哦，啊，趣味啦吼、哦，这种无同款诶一个品种啊，甲试看卖者，因为伊家己咧种，讲我也无去种这个产量，我也无一定得遐，我得搬大转药啊吼，啊，是毋是有啥物较好诶这方式呢？啊，来甲伊做一个这个防治哦，所以呢，这通常啊。
咱就当用这款的这方法吼、哦。这当这呢只有预防的这个效果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平常咱那是雨季的时阵啊，每七天吼、哦，七天至十天上班陪十天吼、哦，你一定爱一遍这个亚磷酸氢氧化钾，有的讲迄无效吼、哦，但是呢无效嘛比无用搁较好吼、哦，所以呢就当下是安尼这个、情形啊，所以这伫只伫节目一开始啊提醒着咱好朋友吼、哦，啊有当下你看到吼、哦，你看到迄种物件时阵啊，这个溃疡已经发生，有的讲我用抗生素，唔知有效无吼，效果无通讲介好吼，迄有效，就是讲小家，因为抗生素吼，最主要是针对着这个细菌吼、真菌的这个啊菌群之类的这抗生素，通常效果无通讲介好安尼吼。啊，这个看番物件，所以目前看起来是感觉这个效果也没有很特别哈。那所以啊，伫只来当吼好朋友吼，小了解者啊，大概是啊。啊，提早一开始嘛是提醒着吼，咱听众朋友会当小知影啊，会当讲小伫即个房地上吼啊，会当改做一个即个处理吼，啊，咱起来呢是毋是啊，就能够会当去掌握比较好势吼啊，所以伫无同款的即个房地的即个方法呢，迄个概念有当时也是无啥同款吼，即希望听众朋友啊，伫即个要做参考吼，即大概是即款的即情形，即提供互你小了解者吼，嗯。好，来63386016338601，这是咱现场扣音专线。伫只呢，依然欢迎咱雄鸡变雄金，你当多加利用。咱住宅方面的问题，这部方面的工课无清楚、无了解，就是伫下晡5点至7点，仅2点钟呢，好朋友你当多加利用哦。好啦，接着来看一下吼，咱伫个。Line at 哈，有一个听众朋友，请教宝老师的问题。首先来看哈，这是咱马吉卡哈，1672呢，因为问阿宝老师何谓哈钾钙镁？嗯，钾钙镁。嗯，你讲什么是钾钙镁？因底下群主在讨论啊，可能是觉得好像还不错用吧，哈。哦，哎，无了解。一种它是硫酸盐类解解物件啦吼，啊，即内底伊通常就是最主要是硫酸钾吼，啊，但是呢，伊除了即个硫酸钾以外呢，伊阁有一个即、這个啊钙镁即个成分吼，所以这一般来讲，伊是啊最主要的是讲伊是一个叫做硫酸钾钙镁吼，即种诶解解物件吼，即。地市面上应该啊真济吼，有诶男士硫酸钾的硫酸钾，硫酸镁的硫酸镁，但是因为呢。以这个不同款的一个矿区的一个关系啦吼，所以这是一种这个天然的这种矿物吼，去改取得的时阵呢，啊，伊是一个很真应用吼，真啊均衡的一个所在吼，所以这种物件的应用呢，啊，就很。很多人哈，很多人会去用哈啊，所以呢，这目前来讲呢，啊，咱你当怎样讲哦，这物件就是因为含，伊是最主要，伊这个是钾肥哦啊，但是呢，伊提到钾肥以外呢，啊，因为这个还有镁跟钙哦，所以为的讲啊，就把它当以这个为的就会特别去强调哦，它就是叫啊，这个硫酸钾钙镁哈啊，所以这个钾钙镁肥啊，因为这种物件咱咧应用的时阵哈，有一个。好处啦齁啊，就是讲它大概伫即个应用的即个过程呢，因为啊，即个物件咱知影钾跟钙或者钾跟镁吼，还是讲钙跟镁吼，这这三个即个营养元素内底呢啊，会去做一个即个吸即种叫做。吸收竞争嘛，因为迄个位置所以啊，真有可能吼，会去看到这种的这经营点，就讲有一个这个吸收竞争，因的一个这个位置吼啊，所以迄个位置有一个吸收的一个这竞争啊，这竞争的时阵呢啊，对讲有咱咧讲的讲叫做拮抗吸收啦吼，所以呢啊，一般咱是必要就是讲个。改咧用咧不补即个药的时阵吼，啊，比如讲咱去改补钾的时阵呢，也给他一点那个钙跟镁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这物件可能就是讲有一个钾有钙，啊，有一个即个镁吼，当然你是即个不含氯离子的即个硫酸盐类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即个通常伫咱咧应用的时阵，因为它
它也不含这个氯离子，然后也不含氮，哦，这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哦，啊，所以这种呢，这是一个啊，这个咱应用的时阵，哦，所以大致上是安尼，这是一个啊，在国外啦，尤其荷兰，哦，因用真大，哦，这种物件他们用的还蛮大的，啊，这当做页面的一个这个吸收，因为伊的啊，伊的成分吼，哦，还蛮特别的，哦，所以你也是讲落地涂卡底，哦，落地涂卡底的时阵，你嘛是大概就是一分地六公斤，哎，啊，它伊个价大概就是差不多伫即个14左右，吼，14左右，吼，等于讲伊迄个价有差不多14%的一个即个价，吼，啊，这些钾吼，它是很容易吸收的钾肥，吼，所以呢，就有即个，吼，啊，当然一部分伊个有一个大概有18%的钾，但是即内底18%的钾有10%是很容易吸收，啊，有6%的即个镁，吼，所以这是。一个啊，营养上吼，所以讲你那是，比如讲，并讲你咧，一直拢用硝酸钾对不吼？你啊，哎，讲这个钙镁较无够，当去配合用啊，这个硫酸钾钙镁做伙来用吼，所以这大概是安的吼。啊，因为啊，它是硫酸盐类啦吼，所以这个物件啊，伊是一种的一个较特殊的这个矿物吼，而且当然伊啊，杂质的含量非常的少吼，所以啊，而且是精致贵，所以一般咱硫酸盐类吼，那是讲有。有伊的很容易沉淀吼，啊，这种物件啊，因为伊的一个这杂质的量较少吼，所以呢，一般来讲呢，啊，不太容易沉淀吼，这是安尼吼，所以咱啊，那是讲伫这个做物咧做甜吼，啊，因为咱做甜，咱咧用硝酸钾嘛吼，啊，但硝酸钾咧做甜的时阵，有当时有一个问题啦吼，就是讲这物件起来了呢，啊，可能得较麻烦吼，所以呢，安怎讲较麻烦吼，这麻烦的原因就是因为呢。伊可能就是即个，它比较麻烦一点点吼，因为还有一个一个硝酸钛氮嘛吼，啊，迄硝酸钛氮底下时阵，有时候迄，那个。即、这个丁度可能会扭较袂起来啦，吼，所以即通常有即种啊，即种的即个过滤伫咧吼，所以你得当呢啊，利用即种的即个肥料吼啊来改即个做处理吼，即效果上呢就会好一点。啊，即一般来讲，咱的应用吼，咱的应用的即个量啦吼啊，即个袂使伤过头济吼，因为以即种物件就是讲吸收量有一定啊，咱得拄好就好啊吼啊，所以呢啊。那你当个黑技术啦，好啊，这效果就特别的好哦，所以这大概是啊，这款来这经营哈，啊，这是一个荷兰的一个产品哈，啊，这个小朋友呢是对这有兴趣哈，你得当个试看买者，这通常啊，咱提来这个做甜做咸哈，等于讲尤其这个买季哈，比如讲这阵啊，咱的一个这个柑橘类哈，柑橘类呢。譬如讲文旦吼，文旦呢，你即马有个人已经准备要做甜啊，哦，为什么伊会准备要做甜？哦，这个原因是因为呢，啊，伊的一个即个进程可能氮肥效应真高，哦，啊，但是你即阵甲用即个药去甲滴，这样不好，哦，譬如讲你搁家去用即个磷酸去食去甲滴，你嘛知影即种无讲介好，但是呢，你伫即个钾肥内底用氯化钾，你可以干嘛个？啊，用硫酸钾，你又怕它缺。哎，伊迄个镁吼，会因为你像即个口感袂好吼，通常镁即个量爱有够吼，即个镁啦，吼，咱咧讲个镁吼，镁的量爱有够，啊，即个情形就来啊，所以咱咧。应用的时阵，你得当配合这物件来用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大概是这款的这处理的这方式啊。你讲用一束啊，一分地六公斤，吼、哦、啊，并讲你这咱进前咧啊咧用这个红咖喱哦，啊，即马来过来足紧吼，你看，虽然即马是啊6月21吼，可能过一个月吼，即已经有人油啊，就特别采收啊。哦，较早即有诶，油啊陆陆续续伊就开始会经一寡啊，因为7月半即只只吼，7月半即只只也是讲许人咧拜拜，有当时啊，因会去甲留一寡较大粒诶即种油啊吼，做菜油啊，因为成熟度较高吼，虽然无真好食，但是嘛拢已经有诶拢会甜啊，啊伊会去甲伊即个采收起来吼，啊所以即阵啊，你若是讲伫即个啊，你用红咖喱是毋是感觉讲较会酸开酸开吼，即确实是有即种诶一个感觉，因为即对国外来讲。
讲吼，因认为讲迄种酸吼是柑橘类上介重要的风味来源，但是对咱台湾来讲，迄种酸呢，就会人讲，哎呦，这食到柳丁会酸尾吼，啊会较惊。哎，伫尾期吼，差不多一个月这中间，咱就啊要采收进程一个月，咱就卖过去用氯化钾、红咖喱吼，迄阵啊这个时间吼，咱可能就本钱都爱甲下落啊啦吼，所以即阵你就会当用这个啊这个钾钙酶吼，就讲伊安落去了呢啊，第一就是讲对土壤吼，因为这种是完全中性的一个这个肥料啦吼，所以咧应用咧啊，这效果就更加好啊。你涂骹就当加下吼，啊，比如讲一礼拜你就去加下啊，去加刷一撮啦。有落雨涂骹澹澹，啊，你就去加压一撮啦。有落雨涂骹澹澹，你就去加压一撮啦。吼，啊，伊这也无这个加的，有加的成分，但是伊也无其他的一个啊，没有氯离子一种的酸溃的这个问题啊。个一个上介重要的一个这个所在，就是讲啊，伊的一个这个比较平衡啦吼，就是讲啊补一点钙跟镁吼啊，所以有当时咱的应用是啊，啊这也当做后面哦，但是啊，不管是个人是认为讲你后面你也当用啊，比如讲你也是文旦要做甜哦，还是讲像梅弄吼要枳要做甜吼，你用17号这后面是安尼啊涂骹底吼，因为比如讲啊长金行，你涂骹底对当用这种物件来用哦，这大概是咱建议这个啊这种。操作的一个这个方式啦吼，所以这个啊，这个大概是安尼一个操作的方法啊，这个、当我咱好朋友呢啊，稍来解这个、了解到吼，这个、大概这个应用是安尼吼，因为伊无淡素哦，这个特色啦吼，这个当时啊，每一种的一个这肥、个、呢，这个特色是安尼，这个、情形的嘞吼，所以啊，你无妨啊，当地这种情形来应用吼，啊，这真侪是提来做这个，尤其伫梅弄啊吼，啊是讲做这个网纹瓜吼，阮是提这个物件呢。啊，提来应用伫这种末期的时阵吼，这种啊，这个许个调控吼，就是讲去控制伊的肥分吼，因为啊，要拉高伊的钾离子，啊，因为钾离子你油了管的时阵吼，伊迄个血啊吼，啊，水更的作明显的吼，你无土皮作明显。你啊，食油管的时阵呢，伊迄钙要搁较无遐许钙，你若水分控制好势，通风若控制好势，要无遐明显，要搁有法度吸收。但是酶吼，就用有可能就会即个严重滞后吼，就是讲伊严重的吸不上起来吼。啊，这原因是因为因被竞争吸收啦吼，所以咱改布一术啦，所以伫涂骹底你改用一术啊，这物件呢啊，这效果还不错啊。咱知影吼，即任何一项肥料啊，包括你咧用即个硫酸钾吼，有人讲奇怪，有人讲用硫酸钾就会甜，我咧用它袂甜吼，有可能你诶量用了较超过，啊，搁一个足重要，即个所在吼，有可能吼，咱即马讲诶就是讲啊，即个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就是出伫一个即个啊较特别诶即个所在，就是以即个硫酸根诶物件，若是较侪，微量元素钼就会容易缺乏。好，所以这点是啊，有这款的这情形的嘞吼，所以这当我好朋友吼，稍来解这了解吼。啊，当然因为这个有钙镁这个成分，所以你也当提伊来做这个幼果一段时间吼，来喷后面吼，比如讲你咧补钙吼，啊，你个用这呢啊喷后面，啊，这个有钾，然后它又没有磷酸一钾一种问题吼，啊，伊血啊较袂老化，所以这对这个品质的这提升呢啊，有真大的一个这个效果的嘞吼，所以这咱也当。好朋友啊，稍来解者了解者吼啊，而且这种物件会当做肥肥使用啊，不过是较无建议啦吼。热人的时阵，咱当然是较无建议讲拍肥底吼，就是讲你啊，这个有必要啊，咱成长时阵甲补一术啦吼啊，提供伊的一个啊，这长期的对着这种吼，因为这个物件较特别吼，伊啊也溶解吼，是一个稳定的一个这个啊，伫涂骹底时阵吼，有一种较啊特殊的一个这个有。配方吼，所以这种稳定吼，即比较较好吼，即溶解度啦，还是讲有各方面吼啊，未讲下头较容易较容易流失掉去吼，即大概它的特色吼，所以啊，你咧应用的时阵爱稍注意者吼，所以大概是安尼吼，即简单讲啊，应该是这款的这个情形啊，你也当操作看卖者哈，嗯哼，好，来63386061633860，这是咱现场客运专线，底下呢欢迎咱乡亲呢多加利用住宅方面的问题，这部方面工作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来63386061提醒你哦。隔天工透早4点至6点，上午8点至10点，这是咱的重播时间。针对咱今日所讲的内容，你隔天工会当阁收听一解。好了，老师接着来看吼，张二环即讲伊的这吼蝴蝶兰，
忘了把那个网子给拉开，结果呢，跑在受伤，怎么办？嗯、还有救吗？这个日烧了哈，这种物件就是讲嘛是算有诶叫晒伤哈啊，这种应该是伊诶一个高温障碍哈啊，这种诶高温障碍较严重，因为伊可能就是因为蝴蝶兰哦，伊是较属于咱刚有讲到就是讲伊光合作用诶一个光饱和点哈，一种这个伊较容易达到一个饱和哦，这个量的已经的紧绷啊的掉哈啊，即嘛那是超过迄、那个。超过迄个光饱和点呢，时阵呢吼，有当时啊的，即个植物吼，就会去去伤到，即呼吸作用吼，就会去得到一个即个，就会被抑制住吼，因为伊即嘛，即个简单讲就是讲，即个酵素伤过头强吼，即光伤过头强，啊，整个的迄个反应伤过头活跃吼，所以一寡即个电子的即个活跃性伤过头强，所以呢，通常就会产生这种的一个问题，啊，即个咱咧讲的一个烧伤吼，所以通常咱咧讲即个光饱和点吼，光饱和点吼，即个意思就是讲，伊伫作物来讲吼，伊会当有一个真介绍吼。它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哦，这个点哦，因为所谓平衡就是讲，伊日照甲这个强度光合作用没有太大的影响，但是搁较起哩哦，就是讲即马那是这个光线搁较强的时阵哦，光线再强一点的时阵呢，伊这种有的出现问题哦，这大概就会出现问题哦，这个伊的这叶绿素会被破坏掉哦，这个所在的叫做光饱和点哦，通常咱那是一寡较耐曝日的这种，咱叫做阳性植物吼，阳性树种、阳性植物，这种物件伊较耐曝日，较耐曝日通常就是讲，伊甲光合作用甲一个光线强，甲一个所在，但是伊甲一段时间吼，光合作用未增加，但是伊嘛无一定会受伤吼，但是对于这个阴性树种来讲吼，伊甲一个光线较强起的时阵，有可能伫迄只遐伊就受伤啊，吼，就是讲有这款的这情形，所以这个这个先好朋友先了解一下吼，这为什么会安尼吼啊？伊即马那是去光线上过头强吼，咱就会一个因为高温吼，即通常这种情形拢是伫高温啦吼，温度低，伊本来这个光合作用速率就会效率也较低一丝啦，搁一下就是讲伊温度若低时阵，其他的这触媒反应会稍微慢一点点，所以温度莫伤过头悬啊，然后有一点点啊，这个光线较强一束啊，无啥要紧。但是你那是高温啊，佮拄到强光啊，这做不得，挡袂掉。哦，这有当时啊，伊含伊的这个温度要温到一点啊，这个关系啊，对这兰花来讲吼，对兰花来讲呢，伊是较属这种阴性的一个植物啦，吼，就是讲伊的这个光线吼，咱一般拢会认为讲许吼是这种情形，但是呢。这里面我们都去忽略掉它的一个温度，比如说在阿杜亚他们在种兰花，他们温度就比我们较低，比如说像荷兰他们认为说，这光线很强不要紧，我们都在遮阴，在荷兰的地位开花，如果没有它成长的那段期间，他们没在遮阴，他们不用过度的一个遮阴，这个原因是因为呢，他们的温度较低，他们温度较低，这光线较强一束的时候，好像也没差，它的一个兰花在成长的这个速度嘛真紧啊呢吼，所以有时啊，咱你咧种这个花的时阵啊吼，当然你那是认真去改考究起来吼，都这款呢，这个差别啦吼，所以有当时啊，真的很多东西吼，真济物件虽然咱是蝴蝶兰的这个王国啦吼。但是咱对蝴蝶兰真正即个生理作用吼，即、這个新陈代谢这方面呢，可能了解要不遐尼啊精准哦。等于讲，咱拢即个经验吼、哦，但是呢，不一定相当的即个即精准哦。等于讲是对伊的即个的了解了真透彻吼，这种的即个经营即个吼。伫温咱一般来讲就是讲温度啦吼，比如讲伊那是蝴蝶啊吼，蝴蝶啊那是较。超过一个这个温度起来的时阵吼，伊就一般通常是30度啦，吼，就讲30度呢，可能是一个咱就爱开始去注意吼，因为伤过头高温，咱可能就必须要先遮阴吼，卖予迄个日头伤过头强吼。
这样呢，较无容易呢啊，去引起到伊的一个这个啊，引起到伊的这伤害吼、哦。所以这通常就是高温哦啊，高温啊，伫过来就是讲。真济个高强光的时阵，啊，伊都有可能吼，就去造成即款的这伤害吼。啊，这问题来讲，咱当然是有法度去小来改做这改善啦吼。这一般来讲，咱利用这天然细胞分裂素来对其中一种的这玉米素呢，啊，是可以去把它矫正过来，但是你也有些已经啊，些玉米素可能的预防这方面吼、哦、效果比较好，但是你也伤到了的时阵呢啊，可能爱的营养上你爱改做些这补充，所以咱会建议讲啊，你也当用一点啊吊车吼、哦，这种来改这个做处理哦，因为这纯粹是啊高温啦吼，也已经是做本的本身诶组织已经受到这个伤害吼、哦，所以呢啊已经咱咧讲的讲这个温度哈、哦，温度逆境吼、哦，这已经产生这款的这问题滴咧啊，所以这细胞有可能就变作一个啊，是不是较永久性吼、哦，这个永久性的这伤害，所以这可能啊爱小来改这注意点吼、哦，这大概是啊这款的这经营啊，这小来啊喷这。哦，这效果其实很好了哈，就是讲，那无介严重的一个这个情形之下呢，啊，是有办法把它救回来的哈。啊，但是啊，你也是伫这个高温这段时间哈，就当然爱快速哈，啊，较紧的去改药啊，小喷一下哈，这啊效果其实很好。有人利用这个维他命 C 啦，哈，维他命 C 啊，改加一束啦，哈，但是呢，啊，实际上呢，这个效果呢，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有效哦，因为真侪啊，真侪这南靖南汇这个业者，哈，啊，因拢有一个啊，特家己的这个避风啦，哈，啊，所以呢，可能就是讲啊，伫做物的这个那日烧的时阵，哈。因会去甲用一寡即个物件，吼啊！但是这目前咱咧甲试起来，就是你用一点啊，即个吊车这来用吼，这效果会很好，大概可以用到1000倍吼，然后这个吸收会稍微慢一点。啊，你甲关两盖啊，伊个回开这速度呢啊，会相当的一个紧吼，这相信呢啊，你安尼来操作应该真紧，都有法度甲这问题啊来甲伊克服吼，这大概呢啊是这款的一个这情形的，好朋友小了解者吼。好，来6338601，6338601。老师接着来看吼林志煌的问题，伊即问讲吼，伊即卖呢伫个色素内底呢有浸水哦，算讲拍算呢九月初准备种植油芦啊。啊，但是呢这段时间吼有啥物住宅当使用，还是讲吼单纯浸水个话，来待会吼麻烦你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先接一通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华妹，老师你好。今日就请教老师讲，我咱咧地草这个加迄个油素，最惨的嘛吼，所以地草嘛，啊我礼拜啊我有做油素类，啊主要是这下礼拜这条吼，伊要播园啊安尼来讲，伊个监督是毋是少咸，吼啊是要哪去处理？你动啊，进前我边去处理，要麻烦老师姐。好，了解。你留偌济？谢谢。你留偌济？迄个留数，留数你留偌济？我一分地留草，你甲包还？一分地包还？加咯。嘿嘿。好，一包半。好，来。好，老师这样就可以了哈。啊？不，那没有其他问题了吧，阿爸老师？哎，无，干这行名，我咧代表保健公益。我先检个对嘛？好，知道。好，好 ，OK。来，老师来。嗯。这个物件吼，量事实上吼，这个有大到一个程度吼，这个为什么用那么多吼？为什么你用遐尼济？这样不啊，较无了解吼。因为一般咱一分地咧用吼半包啦吼，就是讲对于这个草药啊来讲，咧用草药啊，这效果吼，就是讲你甲加一束啦，差不多半包吼，20公斤就已经算真济啊。一般拢头15公斤，啊你我惊讲你迄个蚕是毋是又搁拍肥底吼？如果你若是无拍肥底，倒是啊，又搁有法多机会。但是即马就用落啊吼，所以不要紧吼。这大概这物件呢，就用落就用落吼。咱即马来爱注意的，就是即、這个。啊，你黄啊布落了，袂使赶紧落肥哦，因为你啊过来就是上盖要紧，因为迄个素伫内底，所以袂堪要互你灌水哦，迄个素用袂完啦吼、哦。啊，有个人讲，甲伊
有所不溶于水嘛，因为伊两是不溶于水，不会被土壤固定吼，较袂叫土壤固定掉咧，所以你讲家开掉就好啊吼。啊，那是看到正经，那是无讲真拄好吼，总可能你啊，比如讲你水甲淹起来，啊，看迄水水淹水啊，涨得怪怪，你都要甲开水开掉。啊，一般是唔免安尼啦吼，就是讲。你只要因为你咱知影有用尿素，而且迄个量袂少吼，啊尿素袂使堵水吼，即堵水有做。时阵去水流吼，啊，有堵做物的时阵，咱袂使去甲堵水吼，袂使甲简单讲来讲，卖甲关掉咧。所以啊，你即马就是浅浅啊安尼吼，啊放个料啊打哦，表面小花打打，啊咱就甲走水，拢走浅水，啊浅水吼打，啊即马个安尼规规工啊过，遐就速得又得过去啊，吼，就伊就无啥要紧。啊做物有法都吸收着吼，这绝对呢啊做物咧当去吸收着，即个培分，所以你即、這个。这个肥的足济吼，所以可能会真稀哦吼。啊，千万这个咧补肥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量你爱扎一下吼，唔当啊，唔当一直唔落吼。所以头遍吼，咱正常是五啊补落了，差不多五工咱就万当啦吼，差不多五工咱就当落肥啊。啊，你可能爱较慢一丝啦吼，可能这个头遍二遍吼，等五工啊来个五工嘛吼，个五工。上好是看一下吼，就是讲五啊步类，咱是差不多一日五工至一礼拜一遍肥嘛。这伫万当正常来讲，咱是安尼。啊，你若是咧用吼，可能头啊这两遍吼，头遍一定袂使落吼，头遍一定袂使落。啊，水呢袂使关吼，啊放我料啊较浅咧安尼吼。啊，这几日头一段时间过吼，啊到底是偌久吼？半个月吼，所以你甲第三遍吼，你若是这个水底有分三遍肥咧落的吼，这。啊，头啊，只要落三摆肥的这种，你得第三摆迄阵呢，啊，你较起要较个做调整，哦，啊，所以这要稍注意者，因为这个量有较侪啦，吼，啊，因为量少可能灌水以后较无啥要紧，但是小可闹一个量的时阵呢，啊，这个灌水吼，可能问题就会较大，吼。啊，咱讲的这个问题较大，就是讲因为这个尿素吼，尿素伊爱经过土壤内底这微生物解分解吼，尿素变作啊氨吼，氨态氮吼，金字旁个一个氨转，迄、那个氨硫胺的氨，啊，这脑壳个变消生态，这个蛋白做不来吸收，啊，当然水流会当吸收一部分这个氨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你即马这个尿素落去了吼、哦，虽然堵落来是袂咸啦吼，因为伊也无啥物咸分对吧？所以堵落来袂，但是伊即马做微生物来去解作用嘛，来去作用伊就变做金字旁的氨吼，啊伊会去啊土壤会解小固定掉咧，所以其实这个量真济吼，所以你这等于啊落包半的一个这尿素，等于是落三包的一个这个啊，等于是落三包的一个硫胺拍底吼，所以你这还小注意一下安尼吼啊，这个量是有较低淡薄啊啦吼，所以这点呢，你可能爱小怎样一个这个操作的方式啊，该控制一下安尼就好啊，啊这。为着去预防，就是讲，因为伊这个微生物咧分解的时阵需要空气，哦，啊，有空气的时阵，伊就正常哦，尿素啊，金字旁的氨，哦，氨啊，甲变作消生态这个氮素，哦，这大概有这个啊，这种这个过程伫咧，啊，这无啥要紧，吼、哦，你那是水呢，无解堵掉咧，伊透气性较好，啊，你若水解关掉咧时阵，伊无空气，这微生物呢无空气，一个无空气的时阵呢，伊要变作这个氨的时阵，伊会变作阿摩尼亚，就会做有个气体就会造出来，啊，这那。那会产生阿摩尼亚呢，就去伤到筋啊，吼、哦，这有可能会甲做会烧到吼，所以啊，以前讲我甲伊这个流水甲洗掉，迄洗袂掉吼，这真有限，所以咱一般来讲啊、你补落了，你就是袂使关水吼、哦，你就补落了啊，所以当放清水啊，拢补补啊，补补啊，补补啊，安尼，会一个清水来解这个做管理吼、哦，这样呢起来呢啊，应该就无啥物款的这问题啊。即马咱过两礼拜，咱会过下草药啊嘛吼、哦，这有诶可能十工啊，迄阵呢咱。啊，小甲关一下水，哦，啊，但是慢慢只爱看吼，唔通那看办事唔对，你得甲开掉，哦，因迄关水呢，对尿素来讲呢，啊，是上大的这问题滴咧，这互你小了解一下，哦，嗯，好，来时间的关系吼，咱第一点钟先暂时进行到这，等下呢，咱第二点钟就开始，再个针对着吼，咱这位听友问候小叔浸水的问题，再来做回答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吼，广告刷了，马上回来。